就是我们这一面所享受完整的救恩来说，两个堂是非常的特别，一个是开头，一个是终极。那个开头就是梵蒂冈，终极就是金像堂。那梵蒂冈是连于败坏的世界和罪恶。 所有要进到神的经纶里面，要享受的完整的救恩，先要经过这个大的消毒时啊，解决这个法理的问题，要经过梵蒂冈，然后做工就带到一个永远的灵，带到基督那个天上的执事，代祷代求的。 那个执事就把我们就做到生机救恩的极致，从这里出来到了哪里？到了又跪那里去了，到了见证的跪那里，和神完全合并，神在我们里面，我们在神里面。那所以呀，真是奥妙，这两座塔，一个是连于我们那个败坏的这个人，还有一个工作完成了。 成功了，就连于新耶路撒冷了。哇，我们真是不知道怎样说啊，真是宝贝，我们这位基督何等的宝贝，何等的荣耀，他的救恩何等的奇妙，这个真是一个完整的救恩。那这个完整的救恩，看神来看，好像还这么一个进去，不来。 他就解决了，那个好像我们坐电梯，本来我们这个人在地下室，基督就是电梯了。我说救赎的基督，我们进到电梯里一按嘛，上去了，上去一开，那个圣灵的永远的灵，就在那里生机的救恩，一出来一看，完全境界完全。 啊，妈的，神的宝座，荣耀，圣洁，平安，喜乐，完全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我这个参加晨祷，有的时候也是这样感觉。去以前，听些都好像，这个马马虎虎的，含含糊糊的，结果经过这个祷告，哇，就感觉，看到一个境界呀。 那就是，一个完全那个新耶路撒冷那个灵里面那个境界，但是一回家来了，弄两下，这个电力又下降了，跑出来又跑到这个地上。所以呀，在经历上说啊，在这里没有提，我就想啊，为什么实际上这个两座塔不是靠那么近呢？ 他还在经过洗折盆，还在经过陈设饼桌子，还在经过金灯台，然后才到了那个金香堂。先是这个木头造家木是包着这个桶的，神的审判把它包到里头啊，完全借着神基督的代死，接受了所有的惩罚，所有的咒诅。 在那里，像火一样，把它焚烧了，然后就带来接触这个洗折盆，从我们先洗去那个生命里，因着这个铜的那个镜子照耀出来那个败坏有罪负，我们就从这个外围就进到圣所里。 在这享受基督这个圣洁的生命，然后经历这个金灯台完全，照耀辉煌，所以在这里实在看到感谢赞美主啊，借着神的救恩，我们今天都在这个情形的里面。那这个情形里，我就看这个梵蒂冈自己本身里面也含着这一个特别这个。 他说：“内部的内容里面，梵蒂冈一个是碗，还有一个是环，四个环
还就是审判的部分，这个这个还就是永远的灵，这个永远的灵把这个基督接受审判，这个同往的那个审判所有的成就的那个工作那个功效啊，就把它应用到我们的身上来。如果没有这个灵在基督身上走完成这个经文，它无法应用到我们身上。然后这一个那个永远的灵又是给他一个极大的能力，叫这个我受审判所成功的那个救赎啊，能够带到一切巨人之地，带到所有的世上的那个罪人，让我们来接受基督这个救恩。所以到末了他就告诉我们，在这里就好像一个简单的一个图画来描写全本的新约那个过程。第一个过程就是这个救赎的基督，那就是四福音，基督怎样成为肉体，过神人的生活，讨神的喜悦，他这个人性里面，甚至赵家墓里那个坚实美好完美的那个人性，就能够达到神的那个标准，可以做我们的代替。就是这样来到了这个神的审判里面去了。但是这个福音书啊，这四本的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就是把它就到这个救赎了，救赎完成的，救赎完成就连于那个环，四个环就是在这个四福音书里面是一个形成的过程，形成的。听说这个救赎，所以就这个灵啊，就在这里形成，就是到末了的时候，到复活了以后，主向我们吹口气，那就把这个灵就带来了，救赎的基督就成了赐灵的基督了，那这个环就开始工作了。这个使徒行传就是这个环，因着神的儿女得救了，成了神的儿女，也成了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就干海着这一个基督的救恩，这个救赎的基督到所有这个受居人之地，把救恩领到各地，带人得救，就形成了召会。所以在整个的书信呢，就是来说明这个灵在这里怎么工作，这个灵里面的内涵到底有哪些的成分，把这一切成分啊应用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就是这个一切的书信里面就告诉我们。那末了呢就变了一个器灵，这个灵成了神的器灵加强，七倍加强，产生这个得胜者。最末了到一个地步，那神那个整个救赎的工作就完成了这个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好好的读这个，也许你还不是太懂得，我们没有多少时间来解释。那实在感谢主整本的新约，然后最后这个基督的身体召会就在那里形成，那末了就成了新耶路撒冷。所以你就要用这个透视的眼光来看梵蒂冈这里面这个宝贝的这个点呢。所以我当我们这样的看的时候，我们实在宝贝这位基督的救恩是何等的好那就着我们个人的经历，什么时候我们完全转到邻里，在我们整个人的经历里面，就是那个新耶路撒冷那个情况了。我们就在那个境界里面。如果我们回到魂里，回到我们旧照里面，那我们就又好像又回转到前面去了。
所以就在这里，我看我姊妹就在这里有我们在合作里面，有我们这个接受主工作里面，当我们来追求，就是在这个两个禅中间，我们来一直来往前去。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都在这个过程里面，愿主真是祝福我们。开头的时候可能多说你的那个时间少，但是你如果越过越享受这个川地堂和史多培的工作，越过越经历陈设饼桌子和金灯台这个亮光照耀的情形，那我们就更多的在实际上活在那个境界里面，那就是神的工作完成以后。感谢赞美主。